金门县议长洪英典洪志康讲，要求议会员工改变出来，用公有地去招待所。有议员提案罢免，今仔早起投票，也唔过只有八议员出席，来人签到，人数无够，流会罢免案无成立无。依照规定，伫即届议长的任期，未当搁再提出罢免咯。洪英典嘛顺利度过即届的罢免危机。金门县议员陆续行一笔技术厅签名。金门县议会七号早起九点半，针对国民党籍议长洪文典进行罢免投票，照规定，要议员总额超过半数出席，甲出席总人数三分之二同意罢免才能过关。不过最后十九席议员就八人出席，六人完成签到，技术性流会罢免案未成立。签名簿上只有六位啊，所以因为未达那个我们法定的开会人数的实习，所以我们就先不流会。回顾洪文典政治事件，今年六月，伊被指控要求议会员工到违建的个人招待所摒扫，影片在网络流传。不过，县议员蔡水秀就主角质询这案件时阵，却发生议会直播的卫兵登记，涉嫌要求议会员工开公务车接送洪太太，涉嫌威胁禁止开除员工，被控违法技术中立，甲洪太太涉嫌干涉会部运作等等。好像他们都已经弄好了，我不知道，我没被瞧，所以我签名了。但是罢免案我们是事出有因的，尊重每个议员的选择，只有是非没有对错。包含欧阳吉雄、周祖健、蔡水秀、吴培文、洪兴焕、柯玉娇等六个议员完成签到，柯大宏超时签名，董新宝人到无签名，赵地亨制度法。在这一届议长任期内，免阁对洪文典提罢免，员工是洪文典都会罢免的危机。两方吼，应该找个时间，或许坐下来沟通协调一下，就是说以后议事要怎么运作会比较顺畅。洪文典是金门史上唯一的联办议长，也是台湾地方制度法实施以来第一位被发起罢免成案的议长。不过，洪文典自2019年夺办经费，要伫个基隆河公园起新基隆大楼的政绩，后政绩员陈崇刚发起罢免洪文典议员身份的连署，后来因为议会三读这个预算，才撤回这个罢免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